今天画一只小蝴蝶，首先用铅笔起形，然后用炭笔从它头部开始绘画，下笔注意力度，线条流畅。腿的话是细长的，身体有些毛，所以说用小短线去描绘，然后把蝴蝶的翅膀，它的外形找到，再在里面画花纹，把另一边的翅膀也给它画好。最后去调整整体，然后加上一朵小花，就完成啦。